高速上时速200遇到小动物会发生什么呢？这期带来宝马三系旅行车 330D 柴油旅行版，今天看下它的零百加速和极速。搭载 3.0T 涡轮增压六缸柴油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86匹牛举650牛米，匹配 8T 变速箱，前置后驱布局。下面先测个百公里加速。百公里加速 5.46 秒。上高速看下极速，本期测试高速上遇到一头鹿，看车手如何应对。视频拍摄于德国不限速高速，专业车手驾驶，请勿模仿。最高车速253，别走开，后面遇到紧急情况。时速将近200，撞到一头鹿，遇到紧急情况，切记不要随意动方向盘，出事故要及时靠边停车。